私隱專員嗰啲嘛。咁但係我哋推動智慧城市可能燈柱啦，最近比較關心，但係點樣可以係確保到啲資料會其實點樣利用，或者會俾咩部門用嘅咧？所有我哋都會經嗰個私隱公園嗰啲即係睇過嚇。係係係，放心。咁例如燈柱呢啲咧係咩部門使用㗎？所有我都話所有都會俾私隱公園睇過先用㗎，係啊。所以而家都係嗰個智慧燈柱都係一個。我哋叫pilot 嘅性質都未係所有去 deploy， 得50G 開始啫嘛，係。嗯嗯。係啊。喂，好啦。有冇呢個？但係如果咧，可能警方或者執法部門係可以想索取啲資料嘅時候，其實係咪有機會係會攞到用到㗎？哦，見到你啦，見到你啦，係啊，好，唔該唔該。是不是有機會用到的？可不可以？這個在立法會已經回答過了，這個問題，是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回我們的文件。即是怎樣呢？其實因為很多市民有我們所有解釋已經講了很清楚了，因為個人私隱會看清楚才用的了，是啊。好，拜拜。